hey, 我们现在来到了滚球游戏。然后呢，在我身边的是李沙大神。对，我们很难得很难得有那个机会说可以一起来玩滚球。然后待会我先示范菜鸟的玩法，然后再换大神的玩法。呜呼！李沙说这台很棒哦。基本上我是来搞笑的啦。开始，嗨，再见吗？十，好，换大神。神啦，神啦！哎呀，这个就是练习了。哎、欸，好。大神觉得说，刚刚第一球是先暖个身，对，现在来示范连进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太强了！第二局，嗨。离谱！哇，这个你没有亲眼看到，你真的不相信。滚球之神，那不是空穴来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看哦，现在已经觉得说，哎呀，就是会中，没什么大不了了。好扯哦！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好玩嘛。反正已经两个抱枕吹灯了，碎啦，碎啦，最后一个，哇，那这样子讲，七中，现在已经七中四了、欸，夸张，七中五。夸张，大志，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神，谢谢神。やった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呼呼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感觉好像很厉害一样，都不是我打的。